走个三五里路都一接。如果你怀疑风湿性关节炎，你是风湿大肠的女孩吗？脊椎病、肩周炎、腰痛、坐骨神经痛、脚跟痛、劳损等风湿疾病。听完三十万，还有余德顺保证。三十万，这可是群众。一定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，甭看他现在精神矍铄，你能想象吗？他以前浑身的关节都有病，而且严重的程度是很多大医院都治不了的。战争年代，我三十九斤，经常就是山东里面风寒潮湿，三十九斤，我记得常常是像五六十公斤啊，浑身关节痛，特别遇到天气变化的时候，动弹不了，伤尸头，打了